三年了。早上第一次跟你去台中哎、哦，真的很紧张吗？对不起，这个画面真的很自然，不好意思。后呢，我会觉得做长影音真的是力不从心。其实一开始从传媒啊，遇到新媒体，就是我们这群人的时候，他们会觉得啊好痛苦。可是我们这种做长影音的，遇到短影音崛起的时候，觉得啊，我今天呢就要带我的员工可爱的小叶呢，去到台中拍短影音。每次都只有最后一个好，而且为了今天我要开车去，所以我就昨天乖乖的去洗车。对你工那么好。你觉得我对你怎么样？太好了，好到说不出话了。刚给我拍影片，然后拍了三四次都给我没声音。我错，我错。我叫你换那个，你都不换。走啊，出发，出发，出发。好，走。现在中午12:19，不是表定12点就要出发？对啊，是没有错。那个画面上一下那个时间暂时间停止器的那个还在。太色了吧！大人都差不多。上下楼啊，他到底在干嘛？真是。Do you want to build a snowman? 跑太早了吗 ？OK, bye. 啊，我以为你们还没好啊。好了呀。那我刚刚又跑去想说，啊，算了，我再弄一下好了。啊，你现在干嘛？在拍你的奶子啊。你放尿了没？我放尿了。尿尿管尿，你是不是尿在这里？刚才出发了，东西要带。房间啊，不是。你看我的房间。怎样怎样？刚刚那是什么东西？防晒哦，没带啊，不管我事了，你黑又是我事，没关系，反正我晒中黑我都比你白。可怜，到哪都被呛，现在还要去当司机。我三年了，早上第一次跟你去台中哎，哦，真的很紧张吗？对不起，这个画面真的很自然，不好意思。研讨，叫车的吗？叫车的，对啊，叫车的。你要把我拒绝啊！好，等一下。啊，要系安全带，我司机一心一心啊。司机，这个要转身，就是只有你那边可以用。他这台车的结构我看不懂。又看手机的干。对哦，他看得很认真呢。对，哦，认真呢。不然你们叫这台车司机。活动，副驾驶也会有，先后车来的，你可以按 F， 你可以载轿车。为什么我是载具，不是坦克？应该是你吧？怎么车轮入火爆啊？请问哪里可以给这司机一星评论？他的 YouTube 频道。小叶天天开直播之后，倒三帮来，倒三帮。等你上片的那一刻，你就完蛋了，你看到倒三帮出现。那个要截图给厂商看，厂商讲说真的有两互动，很多会心。他今天说他要吃妹跟女仆哪个排第一？没错，而且不止一张。觉得这些女仆还是很厉害的嘛？吃过吗？都没有吃过，没有了，这是他的计划。所以是鼻子越大越大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回答我啊！那有路就不好说了。哎，干嘛干嘛？你对你老板干嘛？没有家教啊你！你一个台阶可以捂了妹妹的嘴。哦，有了，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。他说，如果你的鼻子长度长过5.59公分的话，你说这样子上下，对，他的工具就会长到。我们的目的地在这，到了。我觉得这比较吸引我。够了。小恩的，我下次再看。我先上去看女仆。啊，女仆。好可爱哦！那是我们的鞋子吗？你来吧，快点看。妮娜，你说你谁呢？我来吧，这就是女仆围绕的感觉 ，Doki Doki Doki， 好棒哦！我本就想不忍心。他们的美妞，
好 Q 哦。奶昔怎么样？奶昔，我也想喝奶昔。我想喝小镇的奶昔。怎么这么急啊？好恶心，好恶哦！什么在恶？我不能恶一下。站立坪区拍立得一张是200块。小镇最喜欢的拍立得，他今天说没错，而且不止一张哦，很厉害。各位啊，其实短影音也是很难做，也是会有他们辛苦的地方。这就是我们拍短影音的幕后，他真的很敬业，然后帮我们施了3次魔法了。哎，他画的好可爱哟！跟我一样吗？想多了。为什么一边说？你刚才点饮料，问店员，你跟店员说帮我做一样甜度的，结果应该给你无糖。终于可以吃了。哦，这个奶昔。很好喝的，而且它不会碎。对。那你可以帮我施魔法吗？我觉得这是很不错的。哦。而且它酸瓜很酸，赞。小镇，你先吃一点，你会饿。好，没问题的，稍微喝一下下。你怎么那么认真啊？工作嘛 ，no。你到底是来工作还是自费的呀？前面先工作，后面再自费，no。占用公司资源，知道吗？是天晴。对，他其实他想来，他眼神充满爱心。下次还想来吗，小镇？哎，老实说，我应该会再来。他的位置在我的旁边，他从来都没有正眼看过我一次。然后他还会把包包放在我的那个置物箱上面，我根本就没有衣柜。这个是你的置物箱吗？我是想的。哇，绝对不是啊！现在去哪呢？台中有一家糖果屋，嗯，我们进去里面挑糖果。干嘛？什么意思？我开了 APP 就一直在买糖果。哎，对啊，不是台北就没有吗？那你们应该要过来台北，为什么没有这种糖果？啊、酷的糖果屋。你现在拍短影音拍多久了？大概每2个礼拜或3个礼拜会拍一点，因为要选动画片。有比你开始光是拍一般影片还要轻松吗？轻松太多了。真的假的？因为短影音它可以拍很快啊，可以上去都没有现场，就可能你要重来的那种容错率就很高了。我觉得短影音很难约，就等于是把精华都剪起来，然后你节奏要快，才不会让人家觉得哦好无聊，1、2秒就会滑掉。来看看他心心念念的糖果屋。哦，我看到了，就是这一间解药糖果。我来看看，哇，它在外面就是雷根糖耶，好可爱哦。天哪，这么怀旧的糖果也有，还有这个甜到爆炸小汉堡。哇，真的很认真在拍，你真的拍好多卡了耶。一个员工，其实我只是想早点下班，我只是空拍，但我根本没有按。哦。然后还有这个，就是小时候会把它吞下去的口香糖，但其实不能吞，就是口香糖，很好吃。一个5块钱，哇，竟然有热狗堡的，这感觉就也是甜到爆炸。哦耶！好累哦，我们今天刚一入司机，然后赶上了大概下班的时间要回去的。好开心哦！你的表情看起来一点都不开心。好啦，那就是影片到这边了。记得按赞、留言、按赞、留言、按下小铃铛，千万不要去影片到这边看。再见，变好吃的魔法，啾！拜拜！感谢阿龙，是诚意啊！哦，你的诚意，不是也没有对比，没有伤害。